感谢东方，感谢明秀园，辉哥也夺冠了啊！辉哥，这辉仔啊，以前是那个的，以前是水泊梁山过去的，辉神医啊，辉神医，辉神医也夺冠了。那好多老板圆梦了，对啊，秋沙老板也圆梦了。神秘 CEO 玩梦幻玩了那么多年，自己的号硬生生经验刷这么高，也夺冠也圆梦了，真不容易。其实说实话，抽奖没有用啊，这是纯支持的。抽奖扯淡啊，这纯支持。好啊，来了石油啊，实心风罩不去了，过不去了，真过不去了啊！武神怒击，打到死为止，打到死为止啊！打到死为止，直接死了啊！大王扫不出去，没有伤害，换须弥，没有刀光镜，八千，须弥还是比较猛的啊！八千两千，打了一万。只有十万血吧，应该。好，化身也换。超人哥不割点，超人哥割不动的，超人哥精的跟猴似的。大蛇咬，大牛也撞。感谢走肾不走心兄弟的火箭支持，感谢老卢啊，感谢我卢总火箭支持，感谢啊。感谢走神，感谢我兄弟的两发火箭啊！最后这只差两发了，这只差两发了啊！最后两发了，兄弟们啊，那感谢啊，感谢啊，最差两发了啊！就是超人哥，你给我补了吧，超人哥啊，对不对？咱们兄弟之间，对不对？补一下吧，超人哥，这要不，我觉得你肯定行，超人哥没问题，200块钱，对不对？买不了出柜，买不了上当，收获一个铁兄弟。对，我是跟你不是一般铁啊，是第一铁，好吧？能过，再能过我他妈的是行哦！啊，续命神了一只啊！还有两块魔人还在啊，牛飞宝飞了啊，续命出手5000，泰山压顶5000，过不了了，真过不了了，1000，这怎么办？啊，剑斩啊！这边现在还没死，宝泉封起来没有用了，这是什么赢啊？隐身，化身也要死了，蛇神了，又回了4000，死光，还有自隐身虫，武神怒击，死。啊，封印大蛇啊！是你扛不住的，那是有感知的。拜拜。